六对 Z 世代中外青年，六场奇妙旅程，玩转 Modern 贵州 Mountain Oxygen Data Ecology Relation Night。感受贵州独特的 3D 探险，带你走进大山的心脏。呀扎里扎里，好高啊！目不暇接，太神迷了。啊！怎么可能住在山东里面？哇！啊！就住在这儿嘛。他的知识很丰富，告诉我和小梅很多有意思的、有趣的东西，特别漂亮，特别好看，我觉得就像在阿凡达电影一样。我叫周元杰，从报社记者到水下洞穴摄影师，再到探险家，我在贵州这片地下苍穹里完成了多重身份的转换。这一次，我邀请两位来自国外的朋友，体验贵州的山，感受贵州独特的山地探险。有朋自远方来，与你乐乎。我们溯溪这个运动其实是一个很综合的运动，最早源于欧洲，但是现在在全世界都非常受欢迎，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运动去接触大自然，去接触这样冰凉的河水。出发吧。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天的峡谷，前方都有很多的瀑布，不过在这里走一定要小心一点。哇，这里好美。对啊，好。这里有没有蝙蝠？目前的这个洞穴里面我们还没有看到蝙蝠。有蜘蛛，但它跑掉了。你看这样的岩石它还在生长，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在滴水，它的每一滴水上都有一些可以形成这样石头的矿物质，所以每一次滴水它都会长长一点点。它的知识很丰富，告诉我和小梅很多有意思的、有趣的东西。这个人真的挺专业的。天已经成一条线了。那个水很清，知道吗？风景看起来那个画一样的，画图一样的，真的风景如画。他们的水比我们老多，他看到了很多人，他有那个 memory。 这个是我们的营地。哎，好，这边居然有人。哎，Hello，你们好。哎，好，来来，请坐这边。哎，好。Hello，请坐。好，就在这个一个地方就居然有人了。对，这是确实，今天我是特地来到这个地方来等大家了。谢谢。那实际上在整个我们的这个
盘古水这一个片区哈，我们的植物种类有1000多种，所以我说它其实就是贵州山水的一个缩影。我们包含了这个洞穴，有森林、水域、山地，洞林山水全都汇聚到了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感受整个贵州的不同喀斯特的这种形态的地貌，所以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走路的时候，这个风景就像在阿凡达眼影一样，对，真的特别漂亮，特别好看，我觉得。这边的蝴蝶是不是很多？对，这个蝴蝶很多。我看就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著名的昆虫学家张维维老师也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他后面的评价就是说，这个就像是一个大自然的这个蝴蝶乐园。你们看，有那么多呀！就是一个奇妙的感觉，从来没有蝴蝶碰我的身上，我就感觉。相守有大的有小的，对，有黄色的有红色。这本书上呢就是专门介绍宽阔水的蝴蝶的，整个宽阔水自然保护区里面一共有目前有180多种的这个蝴蝶。哇，回来一只。哎呀，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这个它是种属于粉蝶的一种。对，属于粉蝶的一种。好漂亮，黄色。我们一路上看到有很多的植物，我觉得还有很多我们可能只有在峡谷才有的特有植物，对吗？我们面前其实这一小片小竹林，所以这个竹子呢就是特殊的方竹，它的这个每一个这个竹节上都长了很多的细根，它会伸出3个枝桠并排生长在一起，而且它整个形态呢，竹子越大，它呈现出来的形态就越像方形。比如说我们身后其实还开的有一片花，它是叫做绿萼凤仙花，因为它两边的这个萼呢呈现出一种淡淡的绿色。我就说一个成语，目不暇接。有什么花，还有山，都是在一起，知道吗？完美，真的完美。一直要往这个坡一直走上去，然后就会到达我们今天的住的地方。是一个洞穴。洞穴吗？洞穴。我看过一个电影，山洞是什么样的？好黑，很多蝙蝠，好冷。怎么可能住在山洞里面？来，看。你是不是开玩笑吗？没有，这个就是一会我们的食物。这是啥呀？老子。竹子吗？这个是竹子啊。对，你怎么吃呢？这个就是一会儿我们的食物，这个是小时候的竹子，我们叫它竹笋，然后需要把这样的剥开以后，这样吗？对，剩下的中间的那根芯煮熟了以后就可以食用。你自己吃，自己挖，自己吃。我们真的今天晚上吃竹子吗？对，然后住在山洞里面。怎么煮呢？生火其实很简单的。你会吗？我们怎么做？我可以教你们。真的，我们怎么睡觉在那边？哎，你是不是开玩笑？我就不相信，我真的就不相信。看那个瀑布没有？哇，就在这儿嘛。对。那你是个骗子呀？干嘛呀你？啊。哇，还是真正的九涧。对，这个是一个。你看，还有瀑布，就是还有自然的瀑布。这里怎么会这样的？有一个瀑布在九涧。对，它是天然的，它天然的，不是说故意去制造的一个风景，而是它的天然的就是一个这样的瀑布，非常的难得。你看这个岩架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它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叠出去，它像一个岩石的屋檐一样，可以给我们遮风挡雨。我有感觉那个，как сказать, сахарная вата, 棉花糖。棉花糖，那个山上面是棉花糖一样的啊。哦，那个是云雾，像棉花糖一样软软的。对，我现在想拍一个照给我的老公发，说我住在山洞里面，知道吗？他不相信。邀请他一起来。他不相信我。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带你们正式开启贵州大山的神秘之旅。
在贵州，地上是山石密布，而地下呢是溶洞万千。如果要感受贵州的山洞，我们需要有点冒险精神，才能走进大山的心脏。我们马上要去到这个地方，叫十二背后，带你们走进大山的心脏。给大家介绍一位我在这里的老朋友，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洞穴探险家。谁啊谁啊？他叫让，他的整个青春都在中国探洞。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老朋友让。让，哎 ，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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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的第一次来探洞是86年。86年。86年，我还是一个 baby， 对，很小，咱们应该不在了，还不在。So you start go to the cave in France or? Yes, in France. I started caving in France, making cave exploration and so on. And why you come here in China in Guizhou? In fact, at that time we were young people thinking about exploring.Wider, more far, more interesting, something. When we built this project, there had been no cave expedition in Guizhou. Oh, really? So it was a long-term project. And then when started to really can come, you know, it's like when you try to taste something good, you want to have more and more and more and more. It's just like this.У меня такое ощущение, что Жан Батадзе делает великое дело, которое достойно восхищения. May I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bout you? Of course. How old are you now? I'm 60. 我就觉得我就跟年轻人一样，我觉得他比我还活泼多了。Wow, yeah. Really? Yes. 你看起来那么年轻，那么健康，就。Because I hide my hair. 我想问一下，这洞穴里面的空气是不是可以美容的呀 ？Oh yeah, maybe. It's your secret. 他为什么那么厉害哦？浮动，可能我需要天天去爬山，可能我也是到60岁的时候看起来那么年轻。现在这个双河洞有多长？你去过的地方？400公里左右。哇，400公里左右。从贵阳到遵义只有150公里。对，不是一直走，是一个迷宫。哦，迷宫。你们看那个山下面都有洞。最难的地方就是那个费拉达，你们都是第一次，当然是有点难，不是所有的人可以过去。让作为我们的 captain， 好，走 ，this way， OK， let's go。You can see when we are here, we feel all this water how clear。哦，水非常的清。这个是就是因为人前来保护了。所以我们过了以后我都不要变，我们只是一个用眼睛去看。 Don't touch everything, yeah? 我们可以睡进去那个洞里面，有鱼鳍，我想很大的声音放一个我最喜欢的音乐，嘟嘟嘟嘟嘟嘟嘟，放贝利，杜曼的那支歌。哦，哦，哦，我们怎么上来？啊？
Ай-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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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й. Куда ты наступала? Она держит, типа, если облокотиться? Если ногами не держаться, я имела в виду. Очень удобно. Да, ты пензер, да, ума. Мама то уходит, на ли то укачу, паша, ма, фансинба. Даши, у мы лай да уджили. О, кам, у мы сюя шан лай. Пас, пас, сыла. Йо, и цы, ся, сыла, жен, да, сим, да, шин, да, О, мы вышли. Руч Валена. О, спасибо. Thank you. They call it the Chalet Fond because of this place. Мы шли внутри пещеры. Я подняла голову, и был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эти горы начнут соединяться. Now is the longest cave in Asia. It's one of the longest cave in the world, and because of this, it became a very attractive place. Here you have some sand. Yes. And here you have some mud. It's two kind of deposit depend on the speed of the water. That means when the water flow is very high, all is flooded with water. Here is very slow and can put some very thin mud. And here you form some bigger stalactite. So this is a standard process dropping from outside. So the material of the stalactite was took inside. So this explain. 我现在感觉山里面有心脏，每个山心脏不一样的。我摸它，要一点点拿它的能力，然后自己感觉有一点 power。 Мы идем уже 2 или 3 часа. My pleasure, my honor to help people to discover this. Because you know it's a long walk of exploration on this. I get back satisfaction to see the development that came from this cave exploration because this was a work with my friends. We had to stay here and come here for so many years, and we could see whole environment, all the province growing with this. For me, it's a great achievement, and it's not endless. It's an endless thing because the exploration is endless. And the development is also endless. Maybe some of you will like to explore, to learn all the knowledge on, maybe you will be the next 40 years ago to explain what is from Radon. See you next time. Okay. See you. 双河洞穴群里的每一个洞穴都不同，去看看双河洞不一样的玩法。看这里，这里有一个真正的洞穴生物，它是不是很像蛐蛐？啾啾啾啾啾啾！那它叫什么来着？它这个叫洞穴斑照马，它的身上已经完全的变成白色的了，而且它对光线没有任何的反应，它的眼睛已经退化了，但是它的触须很长，它对空气的震动有反应。
深。然后你们可以看到里面这个水滴，看到没有？它很漂亮，它那个有那个石花在里面，这个。bling bling 的感觉。这个是它刚刚在生长出来，所以说会看到很白，而且它的这样的每一根管子，它中间都是空心的，从这么一根很小很小的这样的一个鹅管，慢慢的变成我们可以看到的非常非常巨大的重石。哎，那边，那边。哦，好像有一个表演。哦，我们去参加了。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贵州很著名的一个舞蹈，获得了很多的奖项。他们会在田里面去耕作，所以穿的短的裙子。你看他们服装就分享过今天穿的。对，到时候你可以问他们。Раньше я думала, что уже видела провинцию Гуйчжо в самых красивых ее видах, но я ошибалась. Особенно, когда я увидела эти невероятно огромные горы, и когда я побывала внутри этих гор, в этих пещерах, что-то внутри меня ёкнуло. Что-то заставило меня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провинцию Гуйчжо другими глазами. Я встретилась лицом к лицу со своим страхом, но я переборола его, и я горжусь собой. Это уже мой 4-й год в Гуйчжоу. Но в этот раз я впервые так близко смогла увидеть холмы.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как на заре между ними собирается дымка, а у подножия растекается бурная река. Холмы, я обожаю вас. 这次贵州大山的探险，我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了贵州的美，这是我的荣幸。大山还有很多的秘密需要我去挖掘，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和我一起踏上探险之旅。